接下来，让我们请出今天的第二位嘉宾。欢迎。陶山，哎，怎么又跑了呢？来呀，露丝，嗯，陶山呀！ 其实我做错了事情，你怎么能吼我呢？知道错了。欢迎，我第一次上综艺。来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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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嘉宾一来就让人家素颜，对啊，怎么对得起嘉宾？礼貌吗？这么大早把大家叫起来，是因为今天是我们第10季《奔跑吧》的最后一期节目录制。这不想拍手。今天我们的主题是安慕希黄金大派送。哇！哇！听到这个醒了。听到小黄金，我的眼睛都亮了。究竟奖品有多丰厚，我们稍后为大家揭晓。接下来我们就要进行两轮导演说的清醒游戏。等一会儿大家就这样站成一排，导演我会，导演我知道是你，知道是你，就是会随机给出大家很多的指令，但是只有我说导演说什么的那个动作的时候你们才能做啊。从你们当中选出几位最迷糊的成员来接受能让你们瞬间清醒的水气球惩罚。水气球啊，一大早就刚起来就得洗个澡呗。开始了啊，开始了。蹲下，再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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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家吧。嗯，他自己都乏了。导演说蹲下，起来。啊！哎呀，什么呀？啊！我这还是蹲着呢。我蹲着呢，我蹲的还不明显吗？我是膝盖不好，别人一直以为我没有站起来。那就重开始了啊！导演说向后转，导演说举起右手，放下。拉出去，拉出去，第二轮了，拉出去，拉出去，拉出去。吧，就结束了。史上来的时间最短的嘉宾，举起左手，举起左手，拉走，拉走，拉走，啊，好蠢！导演说蹲下，导演别开枪，是我。你说放下右手，右手好吗？不是，导演往哪儿放？导演往哪儿放？导演是这样吗？往哪儿放？坑人呢，这导演。啊，导演说放下左手。四位失败的成员，我们进行第二轮，失败的就要接受惩罚。导演说蹲下，起来。导演说起来，举起右手。导演说蹲下，举起左手。沙哥已经要疯了，导演说起来，举起右手，向左转，向右转，导演说向后转，但你转不对呀、啊，应该从右边转还，向后转，导演说向后转，那就说他，不是，等一下，不是。沙哥一直在就是干扰我，没有，因为我这边我左耳的听力不是很好，听力不是很好。你怎么人欺负人家妹妹呢？那这样我们仨再决出一个好不好？这你舅舅给人推出去了啊？他错了。你礼貌吗？同样在一个空间当中，同样大家是跟导演一个距离，那我怎么就听到了呢？
沙哥，那大家都不服你胜出，那你没有人不服，有，我们不服，我们不服，你这不行，你这不能有失公平。我听到了，导演说站起来，你看一下有多少人不服。沙哥，你看一下有多少人，你们服不服不重要。那就这样吧，那你们就四个人一起接受惩罚吧。导演，你好有原则啊！我不服，我不服。我觉得挺好的，我也觉得挺好的。可以走了，可以走了。走，走走走走走。等一下，接受惩罚的成员戴上护目镜，护目镜的周围有一圈小钉子，其他成员用水枪把台面上的一些气球打到，他用那个钉子把气球扎破就可以了。就是刚起来就得洗个澡呗。哇，打气球还打人，必须打一个。他都圆了，太惨了。嘉宾的表情已经啊，怎么会这样？好可怕啊，这个好吓人。好了。哎，人呢？哎，人呢？我们好厉害啊，打台球啊？是打地鼠游戏吗？哦，可以。快来吧，快结束吧，来吧，来了啊，来了。嗯，那水为什么是咸的？真假的？快！这好快！哦，他好快啊！我看人家这水平。这就是技术。这是烟花吗？我这是白的，今天是我们这一季的最后一期嘛，所以凯哥一大早也以一个任务的方式和大家一起参与了录制。今天的行程不但非常轻松，而且奖品还十分丰厚。来，有请我们的黄金们登场。黄金们，我的天哪，是一个黄金天团吗？看到的这些 MC 黄金奖品是我们这一季前11期节目当中留下来的，今天吐鲁番之旅就是 MC 黄金大派送的一期，每轮游戏获胜的成员可以直接获得小黄金，这些小黄金会全部发放给你们，大家会异常的努力，也就是说今天获胜的越多，拿到的奖品就越多。我们为什么刚才没有人泼姚 PD 啊？那下面我们就要一起前往有着吐鲁番最美小巷之称的青蛙巷，深入体验新疆特色风情，赢取你们第一轮的安慕希小黄金。单打吧，安慕希，还玩一玩？对啊，我先走了，我衣服透，真的打板吧。美丽的新疆吐鲁番，我叫阿依努尔哈斯木江，我们这个箱子叫青蛙巷，这里的老百姓啊特别喜欢装饰他们的大门，都是五颜六色的，好多画，这个很浪漫。是的，我们到了这个阿里木大叔家，他们的馕特别好吃。哦，我们到人家家里做客。Yak Shimos， 欢迎。Yak Shimos， 欢迎。我们的葡萄城下，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就是青蛙巷的村支书阿里木的家里。欢迎来到我们家，吐鲁番欢迎你。坐。哦，谢谢。原来如此，好，饿了。走。呀，奶奶来给我们拥抱了，快来。很荣幸。他说喜欢看你们的节目。谢谢。将来这期节目播出的时候，希望咱们全家一起收看，好不好？可以。
谢谢。大家面前的这些馕是主人们刚刚为大家烤制出来的，吃馕了。好，我们的下面我们要进行的这项任务就跟馕有关，大家任意给你的一位亲友打电话，打电话时候要一边吃馕一边喝安慕希，直到对方问出说你在吃东西吗，你的声音怎么这么奇怪这一类话之后，电话就必须停止了。最长的通话时间只有100秒，吃的越多的排名前4的成员可以获得 MC 小黄金。啊，意思是谁吃的最多谁就赢了是吗？应该是，就不要被发现，然后悄悄的吃。啊，谁开始了？我上来就打了。沙哥已经开始打了，这么狠的吗？直接开始了。我是一边吃辣也要一边喝。喂，干嘛呢？我现在在外面旅游。我现在在外面旅游呢。那哪里旅游呢？你在吃东西吧，你在吃东西吧。秒杀这叫。就输了。对，这样就失败了。我们俩只是给大家做了个示范啊。是的，大家如果思考好的话，就可以开始了。我找了张大大，那我打了。喂，宝贝，你在干嘛呢？我正在工作，现在跑出来了。哎呦，不好意思，我就是想找你闲聊一下。好吃吗？好吃吗？闲聊啥呀？说呀。好吃吗？这馕好，这馕好啊！你给我讲个故事吧。你想听童话故事还是别的故事？想听一个关于吃的故事。我想听童话故事，就是很可爱的那种。就认真。嗯，的另外一只小狮子是绿色的。有一天，他们慢慢迁移去了更大的森林里，就发现了很多很多橙色的狮子。绿色小狮子就和其他狮子不一样，他觉得为什么所有的狮子都是橙色的，只有我是绿色的？他就觉得很自卑，和其他狮子不一样。谢谢你。你觉得我怎么样才可以变得最美，然后最出彩？那我觉得你只有把对你威胁最大的女明星让她失业，你就可以变成最美最出彩那个。你觉得谁是对你威胁最大的女明星呢？你觉得呢？的人啊，是你自己，是你自己。他自己把自己消灭掉吗？你要是自己不自信的话，谁都可以是你的威胁啊，对不对？那沙溢哥也会是你的假想敌。女明星。你只有整个人自信起来，宝贝。我在盲猜，应该是要边打电话边吃东西，然后边打电话边吃东西，然后吃到什么第一名。说了。说完了。你不能猜出来我在吃东西。我不能猜出来你在吃。没事，你已经很厉害了。再见，拜拜。谢谢，拜拜。这个其实是比食量。我吃一个真的有点顶。会盐吗？会盐。喝点奶就好了。跟我来啊。嗯，你觉得我这人咋样？你这人怎么说呢？这人是没得挑，那又行。然后头发少，然后现在又发福。完了，电话挂了吧。吃饭了，到点了。我没吃饭。有这个了，你可拉倒吧，那个嚼吧，我都吃了。这啥？几点我就吃饭？我没吃饭。你别吃了，沙哥，我要看你吃了多少。哇，那你就等于没吃哎，沙哥。你这感觉吃的太少了。来了。露丝打了。没接的话怎么办？没接的话你就把他拉黑。我爸爸。喂，爸爸。喂，爸爸。哎，女儿。哎，你在爪子？我在打麻将。你打麻将啊？哎，服了。没服。我在录节目今天。哦，好，热吗那边？今天赢了吗？输了吗？输。输了。输。嗯。输。香不香？哎呦。喝点水，别噎着。吃啥嘛？你爪子哟。叔叔您好，我们是露丝的朋友。给你打招呼，你不欢迎一下人家来成都那些啥？好，我知道。你知道这是成都的口音吗？
你不是你要欢迎一下他们来成都玩啊？是啊，打算过来，爸爸都给你们安排我们到峨眉去玩几天啊。叔叔，叔叔，你觉得他在干嘛现在？他不是在录节目吗？看注意力不在我身上。叔叔，叔叔，你觉得那他现在除了录节目这件事情还在干嘛呢？你猜？他肯定在吃东西，我听他嘴巴啪叽啪叽的，啪叽啪叽的。你这样很容易一会儿就是每个人都在直接问我。你电话拨通的那一瞬间，我就在那里说。周深在吃东西。我要退出。拜拜拜拜。嗯。啊，露丝吃了多少？目前领先的是 baby， 吃掉了一整片呢。你看，大黑牛来了。Hello Hello， 你好。你好你好。那个吃饭了吗？还没呢，还没呢。这到点了。坤儿喜欢吃什么呀？平时？他喜欢吃辣的。这朋友长得很好哎，你都给他点到这儿了，他都不想说。对。你得让他说，你自己。你为什么在跑男团里面最喜欢的是陈哥呢？帅啊，帅啊。忠实观众，忠实观众，我感觉我会吃到明天。吃了多少？也是吃了一块。嗯，没有，就想起来。这不像你的风格，你不会想我。我现在跟周深在一块，然后你现在吃的东西呢？你现在吃的东西呢？好警觉哦。嗯，谢谢张老师。我跟你说，你们一定录着呢。没，我估计不会接。因为他一般都是秒回，如果没有秒回我的话，就不在手机边，那应该就是接不到了。不接，再打两个。我想到一个人，不过我今天打出去的电话都不接吧？你打给的是谁？郑恺。哦。哎呦。哎，那个你什么时候去很检？7月底吧。人，等你过来。哎哎，你跟哎我那个昨天。你嘴巴也在吃什么？哈星星子，飞不片。你在杭州啊？我过两天去杭州。跟我玩呀。好呀好呀。你们已经在录了吗？我们在录着呢。对，你上节目了。我上跑男了。我终于上了。他给你设的。你打给谁？郭麒麟。喂，在干嘛呀？录节目呢吧？录节目呢吧？你在干嘛？就是我们这边在征集一些故事什么的。好，好，好。你要干嘛？怎么了？吃饭呢？吃饭呢？好了，拜拜，谢谢你。我直接来来了，好了。恭喜 baby、晨哥、坤儿和周深，你们四位在第一项任务当中可以获得我们的 MC 小黄金。小黄金，小黄金，花镜头。对不起，我向你道歉，我不该戳穿你。那你把镜头拿来给我吧。我想要那个小狮子。小黄金都被我拿走了。每个都送。被谁拿走了？我颜值超高。在早上我们展示了本期的奖品之后，所有的小黄金都被你们之中的一位成员偷走了，所以你们今天要在游玩的同时将这个黄金猎人找出来。每轮游戏获胜的前四名可以查看黄金盒里的卡片，卡片背后有黄金猎人写的指向自己的线索。我颜值超高，坤坤拿的，不反向思维，沙溢，你这个反向思维一下就反到这儿了，正向思维也是。过今天的最终环节，你们当中有人可以成功找出黄金猎人，那么每一轮任务获胜的四名成员就可以拿回属于你们的黄金。而找到黄金猎人的这位成员可以拿走剩下的全部黄金。哇！但是如果大家没有找出黄金猎人是谁，那么奖品会全部归黄金猎人所有。
再提醒大家一下，我们今天是个人战，只有一位成员可以获得最多的黄金，祝大家好运。据考证，吐鲁番郡王府始建于清朝乾隆年间，距今已有300多年的历史。好有意思呀！真的假的？还是这种，我就很喜欢这种。大家欣赏到的这个表演是吐鲁番特有的歌舞表演形式——纳兹布姆。哦，好热情哦！它当中有一个舞步非常特别，叫做蹲步。哦，这个是哦。可以啊，谢谢谢谢。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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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为我们呈现了精彩的表演，谢谢。我看到了什么？啊！别抢我的鞋，别抢我的鞋。所有人脱下右脚的鞋，伴着音乐绕着指压板跳舞转圈。当音乐结束后，用右脚去抢鞋子，左脚在原地不能动，整只右脚穿进鞋内才算成功。没抢到的成员淘汰，总积分靠前的4名成员获胜。露丝啊，哎，你就脱一只吧。所有人现在都这样，是1米6、1米7的，不，所有人这样合适吗？这样，所有人都这样。你现在不这样是不正常的。你这裹的慌。我这球鞋也是这样。卖拐了，卖拐，卖拐，要吗？请准备 ，music。你把名字给闪着了，哎，还不算啊？你怎么？哎，你回来，你在这儿。傻子，傻子，干什么来呀？谁会？哇，赵老师怎么还游走？傻子，自己在这换位置。你快点，赵老师，你没有位置了，到这儿来，到这儿来，到这儿，到这儿。到这，到这。咱成功了，我成功的那次都是失败的，都是演练。你为什么今天又这么想赢呢？为什么呢？他今天很反常啊，今天这么想赢，沙哥，那你自己想呗。十足不仅限于魅力，又开始了。自己今天把手表戴上了，防止我上测谎仪。阿静的底片，请出歌。真不错，真棒，脚速真快，给你，脚速本来就是你，我给你，你踩了我们一脚，是你吧？是你吧？没错，我就是那个哈密男孩。这位哈密男孩，好吧，既然你是哈密男孩，我就原谅你。你怎么这么没有技巧？完全抓住了他的弱点。
在最近的打歌期间呢，只要提到哈密男孩女孩都会获得他的赞赏，无条件，没有原则。我这个让给你，我不想跟沙哥玩。我也不行的，我跟沙哥玩不了。你就是让给人家，人家不想跟你一起玩游戏。你什么意思？你什么意思？我这次让给墩墩玩一次。可以啊。特别提醒下，如果将名额让给另外一个成员的话，那么他最终获得的分数将由你们两个人平分。可以可以可以。好，沙哥这个毒瘤走了。毒瘤？难道他就是著名的杀毒软件？哦，杀毒软件。赵露思在干什么？像那个有一个小动物。对，那个。你要珍惜我的机会，哈密。没有办法单脚够着啊，够不着啊，够不着的。哎，你看啊，你在干嘛？预备一下。你看这样的话，对吗？够到了呀，够到了呀，够到了啊。但是要迈的就比较费劲儿，就比你们的过程要长一段。你够到了之后，你拿两个脚趾头把它夹出来再穿啊。那也得光脚呀，那得。那赵露思在圈外永远是，对，永远都在准备中，准备中，准备中，准备中。我要看准。你在哪里都是。我要看准。我可以再把名额让给赵露思吗？可以啊。我想给你一次机会。就是要锻炼你。就是要脚短。你们就是懒。这样就剩一只了吗？我们往外拿一点行吗？为了照顾一下女孩子，我们把它放这儿可以吗？放这儿可以吗？可以可以可以。我们是觉得因为你特别喜欢指压板，来一次不容易，我们老玩。而且但你看他走在上面都毫无感觉的。对。哎，那这样我们鞋还是放里面，那赵露思可以在外面这。可以可以，因为他也不怕痛。我可以一只脚进去，一只脚出来。因为他也不怕痛。因为你完全没有抢到过，所以只要你抢到，怎么都行。哇，他在讽刺你。你说嘴巴嘟嘟。露思，快证明给大家看，快。你这有点过分了。你死盯这个地儿就行了，我觉得。要转起来。还是没穿上，都在旁边了。你说还要我们怎么做？我刚刚在这个上面走的，不算半分吗？那是我们对你的照顾。好，那是我们对你的照顾，你还加分。排名前四的成员在这一环节可以获得我们的安慕希小黄金。哇！来，我们为大家送上我们这个环节的 MC 小黄金。肯定是没有啊，只不过是线索而已吧。万一这把有了呢？看看有吗？有吗？有吗？肯定没有。后面写的啥呀？哎呦，校草。草。它，你要注意它细节。你看它有水珠。露水。露水。不是我。真的不是你吗？啊，不是啊。不是吗？猎人同志。不是。这么不想赢。真的不是我。真的不是我。我很想赢，
每次跳着跳着，沙哥就跑到旁边来了。沙哥在旁边肯定就没办法。有可能啊，露珠嘛。不是呀，这个图它重点是草呀。你看见我们的眼睛，露珠。你看，有露珠说明是什么？说明是清晨，对不对？那晨哥有可能呀。你可能是下雨了。这就下雨了呀，然后那个水就深了呀。对呀。那也有可能呀。为什么是我呢？因为上面那个露，那个上面那个露水嘛，它就囤的。对，也有可能的，都有可能。哇哦。真的不是凯哥吗？肯定不是他。凯哥说他不是。肯定不是他。不是他，他没那么重戏份。嗯，对。但是你接的这么快又很有心。你每次都接很快。我本来不觉得你可疑的。你接话太快，你接话太快了，感觉很有嫌疑哦。不是，因为我看人家综艺都是这么接的，你等会儿给你。我第一次上综艺，人家都是说完咒语就要什么。真的，你都这样子啊？赵露思一直在努力的给 reaction， 你们知道吗？这个脑洞我有点没办法延续下去。到过 MC 小黄金的成员们要加油了，如果最终能够找到今天的黄金恋人，你们都可以入账一枚小黄金。如果没有找到的话，那所有的16块黄金就归属于黄金恋人了。